欸，都是你写的哦。但那个现在都是我写的，对，就前面三首不是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要讲，我只是要解释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什么意思。然后那个下一首是《饶人》，《饶人》是一首中文加一点点客家话，然后“饶”是我的名字，“伦”是另外一个朋友的姓，这样子，名，另外一个朋友的名。然后因为，就是他是在讲一个就是朋友，以前的样子，然后变到现在的样子，然后，也跟他讲说，哎，不要忘记我们以前的样子，这样子，对，那种感觉，对，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写歌很长，就是什么亲情、爱情、感情、友情，然后就会写成一首歌这样，然后通常都是这几个样子在。然后这首歌就是比较友情，然后跟一点乡土味的那种感觉。好，这样解释可以吗？很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像经纪人，很好，很好。对，谢谢。开始吗？社会写了一首歌，叫
你给了我谢谢你记得转来看你的阿婆，就是记得回来看你的阿婆，阿婆就是奶奶的意思，然后阿嬷奶奶的意思。好，对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然后接下来我要进行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是那个新的一首歌《宇宙首发》。